疫苗已经打完了，这样就踏实放心了嘛。刚才打完疫苗以后呢，我看时间还早，就去办了一下这个边防证，很顺利啊。这张是西藏的，这张是新疆的边防证。跟大家说一下办这个东西吧，其实挺简单的啊。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办边防证，因为你要去到这两个地方某些边境地区的时候，只有拿这个东西人家才能放行让你进得去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去办这个东西呢，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和4张1寸的照片，什么颜色的底色没关系啊，这个照片到属地的这种政务服务大厅直接办就行了，很快的，而且不需要花任何的费用。里边要填的一些内容呢，你比如说他要填事由，像我就填旅游嘛，前往地点，他有很多的边境的地区，你想新疆的话，你比如哈密、昌吉、阿勒泰这些地区，你就把所有地区你都写上就对了，因为你要行程有变化，那不一定只去一两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就把所有地方都写上，最长可以办3个月，也就是说这两张有效期是3个月，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时间不太够啊，到时候到期以后再去办吧。建议大家还是在自己属地办理，虽然当地可能也能办得下来，但是第一，你像西藏的话，会不会是？我听朋友说可能在拉萨稍微还好办一些，找代办的人去办，你还要花一些费用，比较麻烦，所以在属地办会比较轻松一些。一会儿稍微停留一下，然后就去参加同学聚会了，好久没见大家了。已经快到吃饭的地儿了，要穿过一段的胡同，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胡同啊。修道奇幻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哇，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这么粗壮的大树。那有刚才那种小巷子，也有这种稍微宽一点的路，这就能过车了。这里边一般都不是一家，有几户人啊。现在基本上都一些商业了，民宿啊、吃饭的地儿啊，包括一些其他的。偶尔也能碰见一些老北京，一些大爷坐在门口聊天、侃大山。出电器，锁上，锁上了。拔了钥匙就锁了，哎，锁了。啊，这就快到了。对，就这九考，已经有两个人已经到了，咱们上去看看啊。他们说在2层。哇，现在人还不多。从这儿上去吗？哈喽，哎呦，三北同学都来了，哈哈哈。张同学，来来来。No. 啊，我们的老帅哥了，老帅哥了。发型还没有整理。还没有整理。还在那边。来，王同学，王同学。啊，杨同学好。啊，也是老帅哥，这个是吴同学。杨总好。多好，装在看。啊，好，我先落座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周围啊。那这还挺好的环境。这是。王同学选的这个地儿啊，不啊，大石选的，大家选的，王鹏选的，王鹏选的。他们好像说一开始一个地儿啊没有位置，然后选的这边，这个我觉得这环境特别好啊，还有一个露天的平台。那这花，这叫什么雍和宫大街还是什么街啊？跳不下去。坐下来跟他们聊会儿。上次咱去都没喝过，来，今天怎么进度这么快？是你不喝。好，今天怎么继续这么快？上次我开车呢，喝不了。哎，咱合适吗？不疼他们？那怎么又不合适？完全 OK。你怎么瘦成一道风景线？一道闪电！我的天哪！果然不会，张同学啊！啊，我第一眼看我们班的李同学来了。
一会儿把我账号打上啊，想看我的那个真容的得去我的账号关注。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！你是在哪个平台啊？没有，瞎说的。我们又来了两个同学，比较低调啊，一天津一正点，就不露脸了。哎呦，正点，非常非常有面子啊！这个我们的老班长正点同学，这是天津。我的天哪，这机制太好了，你看看啊！我的天，太棒了！我要吃一口啊！坐在这儿，挨着你的哈尼是不是？哇，太不错了！我这被咬了一口干嘛？不是我咬，就是我自己。没有，你刚拿给他时，你那是被咬。你刚才不是不允许能咬两口吗？那我自己的。那我这谁咬的？简直太好吃了啊！已经吃完了啊！你徒弟搜了吧？吃完了以后，这杯酒啊，敬你们啊！啊，妖孽搜了吧？何方神圣？嗯，知道我为什么要坐这儿了？哎，这块儿。你可能看不见啊，这儿后悔了。我坐在我们班两大美女中间，收了吧。真的，哇，真的，他带你走，你走了。不是，你刚才管他叫什么？晶晶。晶晶啊。管他叫什么？鹏鹏。鹏鹏啊。管我叫什么？来，哎，聊是游戏啊。还是为什么对我这么严肃呢？因为你现在跟我们不一样了，因为喜欢他俩，我们是喜欢你。我们现在是平凡人、普通人、一般人。对，你现在是 idol。对。我必须给你妈的一个特大特写，脸大，你脸可真大，比我还大。我这喝了几杯酒，现在稍微的有点醉啊。列位，咱们现在都奔四十了啊，你说以后真是聚一天少一天了，咱还得多聚，你说呢？我没四十。你怎么没有四十啊？我是你2020届的校友。我靠。你看这个，这是哪届的？48了，第四个本命年。好，48了，第四个本命年，那就是奔五了。对，你多大？我还年轻。你多大？嗯啊，你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19届的。我是那个也是奔四的人啊。这个、多大了？跟你差不多。你干嘛了？我正在记录下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大家说啊，我是这里面唯一的一个90后，然后他们这些哥哥姐姐整天就欺负我。这哥们儿，我要记录下这一切。这哥们儿，叫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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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爱好的事情，但是好的事情就是你有了一个信任的基础，这个就完了。就是无论我，那你还要怎么着？不是你不是说挺刚才你怎么说描述的？挺喜欢我的？这还不够喜欢啊？这都800年前的事了，19年前的了，你还给我提？就是因为十八年前有这档子人，还有这后边18年交杯啊，对吧？不是交杯，那后来有这种瞬间吗？有，后来正点说他觉得杨旭就是有成长，就是越来越的强。对。杨旭马上就要再出发了。谢谢谢谢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。谢谢大家了，大家也开心啊，开开心心的。那位，我们也拜拜了，下一期再见。